500万都少了，一堆一堆。玫瑰花了，飘了在眼前。哦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要吃奶奶。等一下啊！没打死人啊，爸爸，爸爸，打你妹！爸爸，打死人会重罪的。他等下泄露风声怎么办？没事，爸爸，我要吃奶奶。爸爸，哎呦，假肢移动啊，没事的。要不，爸爸，我要吃奶奶。把他爸爸。带什么？爸爸，老板不要这种了，打只要女的。爸爸，你走了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哎呀，你来这下子，光天化日底下，进我们村抓妇女，也太猖狂了吧！哎呀，不行，赶紧回去叫人去。好恐怖！哎呀，干什么？哎呀，原来是莫少啊！小月姐姐，好恐怖！慢点说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我们村那个小林，刚才被两个人用那个蛇皮袋勒脚了，好猖狂的。蛇皮袋？哎，对对。大白天的这么猖狂？好恐怖，好可怕！走哪里？走哪里？往村口方向走了。村口，赶紧的去追！赶紧的！快点，放下！干嘛？两个？哎呀，刚才不是这个傻子吗？你来这来！原来装傻！干嘛？装傻！赶紧把我们把人干了！小林放了，大哥，得一个就算了，还送一个过来！想不到这个，怎么回事啊？干嘛？刚才挺丰满的哦，用手皮带勒你，幸好我发现装疯卖傻了。哦，原来是你们两个，我刚一出门就有人用袋子套我，还把我给打晕了。是我们要怎么样啊？识相了，乖乖就是少能让你们减轻罪行。不可能，明白的告诉你啊，我们就是人贩子。对呀、啊，我们。光天化日之下还有人贩子进村来作案，你们真的是胆大包天啊！胆大包天，嘿嘿！光天了你们！一个两个，买一送一给了吧！我告诉你们，赶紧去投案自首，减轻你们的罪行。投案自首？就你们三啊？我们会怕你？还不怕你？好的，保护我。好，我不怕。动！马大嫂，小弟姐姐，哎呦！法治的社会呢，岂能由你们为非作歹？走一走，是吧？哎、来吧，来嘛！我逼死你！大哥，逼死我！马大嫂，来吧！好，大哥，就你们打死他们去！天理何在？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姐，加油！我们是人贩子，管的什么道理？我们天不怕地不怕，啊！听着，听着，大地不怕。你们两个也太猖狂了！爱家人吗？休假啊！现在法治社会了，正在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，你们还要往枪口上撞，信不信要你们坐牢，吃免费的馒头，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看你勒晕我们团的小林，我也勒晕你们。快打！你们给我记住啊！等我们出来呀、啊，我把你们的亲人全部干掉。多行不义必遭到天谅。不怪了，天堂有路你们不走，地狱无门你们偏要去闯。干这种亏心事，你们不怕半夜鬼敲门吗？对，你去祸害人家，让人家父母以泪洗脸，痛不欲生，骨肉分离吗？嘿，现在人口这么多，多一个少一个，不知道了。你还嘴硬是不是？你这个人，我打你！打你啊！我这么小，我还没有结婚呢，你就把我累走了，那我的父母怎么办呢？啊！看你们两个长得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竟干这种缺心眼的事。大不了再生一个呗。我看你们这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们永远就出不来了。今天必须让你们受到强制于法去。你给我小心了，你个傻子啊！给我装傻，我出来了吧？这傻子，我来干你啊！你小心点，不说天道很公平的，做祸多端的人，
必然要受到惩罚。好人是由老天保佑，坏人是由老天保。说实，你们真的害人害己，人心被狗吃了，害全知嘛。刚才长得这么高大了，去广东打螺钉不好吗？非要干这种事，人家都说了，君子谋财，谋道也要取之有道啊。人不走捷径，哪里会发家致富？对，打螺钉是不可能打螺钉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就算想要赚钱，也要堂堂正正的赚最干净的钱来花。行了，咱们也不想跟他啰嗦了。刚刚你有没有打电话报警啊？没有，拿着个小皮带。哎，别，说将军。对，当然这样。哎呀，我们上面那里有车，我车里有几十万现金，要不我分给你们，就当做啊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对，情死不忘口水。我们才不要你们那些黑金钱、脏钱。黑钱留着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吧。哎，大家都是出来。拿手皮带勒着他们。求财的吗？我们才不会跟你同昧为奸、同流合污呢。起来，站起来！把他压到半截小心。起来，受到法律。起来。没了，走，加油！救命！